你下来哇，真的很美耶。下来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用跑的下来。不要啦，带人。I mean 你第一个的时候啊，啊，第一小段看你那个相机的 ultra smooth。不可以，这个其实用头也是难，因为这个也是会 bounce， 这个还不是讲很稳，还不是贴身。我看人家 Butterby 那个是 chest mount。